吧，这个吧。你把你腰上弄紧，好好找找，啥也没有，给你恢复原样，一会儿我就选包子，看你们怎么骗我。端错了，爸妈吃饭了。吃饭了，哎呀，哎，这是你儿子给你准备的，这个给你。哎，我吃点包子得了，好的都给你。这个家伙一定是又偷看了，儿子不可能只做包子，不用看，应该是好吃的。今天米饭里啥也没有，幸亏我偷看了一眼。你看这个了？没有。那咋不看？你咋不选这个呢？我就是想吃包子了。哎呀，你想那么多，我还能看？你要是没看，都怪了。我真是太聪明了。嗯，这汤没辣，没辣，汤是香了。你先放着，这景还有点，你吃吃它。独食王他吃笋，我吃皮儿，想得美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家伙太护食了。嗯。还等啥呀？还有菜呀，吃吧。哎。What?